抽小精灵的怎么说？是 good banana feeder 吗？呜呼，我们策略成功了，各位。OK， 之前这个机器大家记不记得 ？mini 67块钱，现在涨到78了。有大哥三个建议住，23.72块下机，估计也是伤心了，走了。我们这边是来个三转浮动，看看只要能中一个特奖就下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中奖了，又加游戏了，各位，12个游戏，看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次好运哦！哇，又加游戏了，各位，你敢信？
息了，各位。这边开始来东西了，怎么说？哦，这里没来，我的天！还有最后十个游戏，然后最后这十个游戏，怎么说？来点东西喽。哦，终于加五个游戏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我们结束了呢。这个怎么样？来个五条 King， 哎，可以哦。哦，又加五个游戏，各位，还有机会哦，还没完事。集体状态还是比较紧啊。 OK， 我们走人了。 OK， 各位，之前我们走的时候是83块钱迷你啊，你不敢相信，现在6块钱一注已经干到136了，不知道谁弄的。我们这边来一个50转浮动吧，看看运气怎么样。 Holy shit， 看来这个奖金高的时候啊，大家就会比较踊跃用大注。
Miner 已经70块了，各位 ，Mini 139，我的天啊，又要创新高了。
位怎么说。下游戏了，各位好哦。做一个新的疯狂的挑战啊！这个挑战是什么？我们现在中了一个汉的配了，但是上面的这个奖金还很高。我们打算这样：我们3块钱的，我之前是6块钱一注嘛，我们3块钱一注，来放300块钱，来一个100浮动，100转浮动啊！走起！如果这100转浮动没了，我们再一个来一个50转6块钱的浮动，看看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收获。走起！小金人来怎么说？是格子不难打 feeder 吗？哇哦，我们策略成功了，各位！有追加哟！我感觉那个上面奖金那么大了，应该快掉下来了。迷你麦点我们全都拿到哦，各位！看看怎么说。没问题。干得好，策略成功，走人了。今天这个小金人素材是一个会员级别的教学视频，我们在40转浮动的时候拿到一个特殊奖励就下机了，虽然特奖的奖励只有30倍不到，但我们并不贪心，中了特奖就下机。
通过我们的观察，小金人的每次特奖或者强势中奖的频率大概在每100多个游戏出一次，我们姑且当它每150个游戏出一次特奖。前面的玩家把我们下集时的迷你奖金池从83元打到136元，根据大冤种的经验，每次下注6元，迷你奖金池大概涨9分钱。迷你奖金池从83元涨到136元，中间差值为53元，每次涨9分钱，大概有588个游戏没有开出比较好的奖励了。为什么？因为588个游戏平均应该开出4个特奖，前面的玩家不至于输完。另外 Mini 和 Miner 的奖金池都还在，当一个机器很长一个波段都没有中奖，老虎机就会出现补偿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玩家专门挑选别人中了特奖的老虎机来进行游戏。当然我们在使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趴活的工作的，确保自己所玩的游戏中特奖的平均游戏次数有了解，并且目睹之前的玩家超额好多个游戏没有中特奖，比如前面的玩家玩了300到400个游戏一个特奖都没有中，这个玩家在突然中特奖以后下机，我们就可以使用20转浮动策略在该老虎机继续游戏，因为老虎机会有很大的机会做出特奖补偿机制。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的老虎机捡漏有帮助，更多类似的老虎机策略与教程大家可以在本频道的会员区看到。另外我们还有专属的会员微信交流群，这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老虎机兴趣小组，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老虎机高手和爱好者，现在我们的微信群已经有104人了。无论你是想更加精进自己的老虎机技巧，或者在老虎机的征程上不小心迷路受了伤，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庭都会是你的不二之选。好了，祝大家好运，咱们下次见喽。点赞了吗？订阅了吗？快点，下次再来哦。